哎，我这很难受。嗯，好像爸就还在这坐着，看着这东西一点一滴都他以前留下的。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交流思想，对吧？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一个人，对吧？所以他可以把他的这种就是为人做人，对吧？做事，对吧？在他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跟你上课啊什么，不是这个，他是在言谈和这个在不经意之间，或者在我们平时生活中间，所以言传身教，耳濡目染。